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要访问美国十一天，会来拜会到美国行政国会丁人书。朱立伦讲，这摆访问美国是要传达国民党愿意甲美方做伙合作，袂做麻烦制造者。向孙中山当上献花致意，去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，头一站到旧金山，也拜访胡佛研究所。朱立伦除了要传达国民党亲美的路线，从到今唔捌改变，嘛讲伊会扮演促进区域安全甲和平的角色，被欧美来起诉。国民党今天的立场，从头到尾亲美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。两岸之间要保持能够对话，而不要只是对抗；要能够交流，而不要一直交恶。接下朱立伦也拜访美国行政、国会、学界甲地区的人士。找到在咧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说，讲国民党伫咧目前美中台三方关系内底，安怎扮演稳定台海安全关键的力量？有风声讲，朱立伦嘛会会见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，而且伫咧台北替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揭牌。重返美国，或者是告诉美国朋友 ，We are here, we are back。美国在过去接见台湾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，其实有他一定的规格。所以这一次照道理判断，美国也不会降格去接待朱立伦。那朱立伦在华府，他想见到还有他应该会被美国安排见到的人，或许大部分应该都会见到。朱立伦强调讲，应该见面的朋友一定会去拜访，或者认为讲，伊嘛会传达国民党捍卫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决心。虽然无一定甲美国国家利益一致，不过国民党会找出对双方拢有利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